要那什么那个项链啊，我说我有个狗链子，18斤。他管钱，我不管。你之前和你的老伴谁管钱？啊，我没说吗？我跟老伴也是他管钱，我不管，我从来我不管钱，你只要有花的就行。跟俺家老头长得可像了呢。真的吗？你等会拿俺家的。你有手里我这里边有照片。有照片吗？有。你知道我几点起来的？我头一礼拜起来了，全国药一片，完了再回来。大哥能一样吗？太幽默了。我的意思就是啥？一个女人在电视上看见你，相中你了，坐11个小时的车，这份心。行。啊，走，吃饭吃饭。大姐，你这咋这穿一身透红透红的，知道今儿要介绍对象是不是？知道今儿要相亲是吗？对。哎呦我天哪，透红透红的一身，你好瘦啊。我就是锻炼的。我跳舞扭秧歌，我就爱好这个，进往里进，不用脱鞋，来吧来吧。这房子是咱自己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名是我儿子的。几个孩子呀？俩，一姑娘一儿。你这儿女双全呢，哎呀妈，你可真有福。那平时呢？咱之前是干啥的呀？我就是那以前干临时工的，我劳保1300块钱自个儿交的。听说相中刘凤林刘大哥了啊？他说话挺幽默的，对，我听甩大尿裤的。今儿这个宣传点，今天巧了。对，然后对大哥说“水到尿裤”这个词儿特别有印象，觉得特别幽默。是是，对呀、啊，我也喜欢这个。你看我这个服装，就这老些这东西，各式各样色的。这个我只要我喜欢，我姑娘给我买，这儿女还都孝心。我一寻思，我也为自己活一把，所以我现在我就特殊。你这个，你看这个，瞅我姑娘，我这都是我姑娘给我买的。没事儿，我没耳朵眼儿。我可以戴上啊，你戴上我看看，这是咋戴呀？平时乐戴可以戴呀，你那样也可以呀。这是姑娘给你买的还是？对呀，我姑娘买的，就这姑娘给你买的，这都是，这个来回换戴呀。我看见了，这还，哎呦，这粉饼什么的，是不是？这、哎、还有口红，这都是我闺女给我拿的，这都以前没抹过。萝卜丁的口红，这以前都没抹过，以前我抹时候、啊、我说人家那吃死孩子了，就这抹。哎现在我学的，我也。大姐，你这家挺那啥呀？这是娇兰的呢。就是他天天陪着媳妇儿，他不出去，就是媳妇儿吃啥给做啥。眼睛看不着，我就开始伺候他，天天炖点鱼给他，专门吃当间的姑姑。鲫鱼吧，刺儿多，就那我给我们家老头做有这感觉。你刺儿多以后吧，他那个舌头不会反个，你给他吃了以后他卡了，他所以他这年一年一刺儿少。我这个我理解，就是这个事儿，他男的。就折呀，就是他有这个心，我就喜欢他到这儿了。我要嫁他，我们俩能出块的，他对我也能好啊。他挣多少我不给他，我不管他那个事儿、嗯，他的钱他管。嗯，但是我的钱吧，就是呢，我月月给你个千八的，对不对？啊、我给你个千八的，那你不大方点些啊？也你就光吃光住啊？啊，白叫陪你睡觉啊？啊，那讲不讲理啊？那我跟你说，你节目播出之后，好几个大姐打电话。当天晚上，第二天就给我们打电话相中你了，嗯，啥感觉？那太好了，那我干啥呢？我赶上那叫什么？那叫啥了？那电视节目说过，那叫什么了？桃花运呢？哎，对对，桃花运呢？对对对，桃花运呢？你赶上走桃花，又走桃花运了，是不是？桃花运，关键是人家看就着看了，咱能不能眼光对着一起去？我自幼自卑，怕我配不上人家，怕人家想的高。那大姐，那我想说，那你说你之前担心，咱坐3个多小时的车，火车嘎呀嘎呀的，从长春到白城了，那见个面，万一大哥没相中，那我没办法，我已经是尽力了，我们俩没缘分，没办法。就是下回你们再帮我找呗。见见我。啊，你认识我呀？来组团。啊，我们节目的粉丝是吗？我天哪，这都能认出来。然后你的意思就是啥呢？就是咱努力了。对。就是不管他相不相中，对，努力了。我来了，我争取。咱不后悔，对对。也是这么剩的呀，都这么剩的。瘦也这么瘦，不像这个电视这么胖。哎嗨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来，我介绍一下子啊，这在电视上看见过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刘凤林，刘大哥，这是盖秀荣，盖大姐。以前我在电视看的比这个白，这个看黑，长相他不如我呀。你看我这身板腰条，多漂亮啊！看着人了，我就一下放下了，一下自信心就上来了。对，坐，换我媳妇。不，我这
不好意思你。在窗户外头我就看看了，太瘦，长得也不行，长得也不行。第一点就形成性格，主要的就是我们俩的性格好像是能谈得来，就是形成这一个是主要的。我感觉挺有责任心的，对，就是干净利索，你比我利索。我就平常我没有你利索，从电视我现在是啥呢？谁跟我就说是谁，不管谁跟着我，他都相符。为啥相符呢？我这做饭呢，我做菜做饭呢，包饺子包包子包包馄饨乱七八糟，这些我都会，炒菜我啥都会好，用不着我找个老伴儿吧，就是啥呢，也我也不用你洗涮啥的，我个都会。哎，就是唠唠嗑了，下午没事唠唠嗑了，上街里白天上街里溜达溜达，哎，就这个。我就喜欢你这些优点，我才笨呢，我就喜欢你的性格。大哥说的挠头的过来，吃个香蕉，吃个香蕉的这种，不了解了啊，也不是富富太摊的，他确实100%的，200%的相中我，相中也不能卖，我不能卖，我不能说走了一步，我就不能永远不再走了，你可知道，我不是跟他过10天8天，1年2年我就给一灯，我可不是那个人，我要卖出去，那我就永远服务到底。再说咱心里，我心里头总觉得。你说呢？别给人伤人家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那我跟他说，那我直接跟他说吧，咱俩就交个朋友吧，我就一句话就完事了。行，可以。交朋友你还不同不能明白吗？就是普通朋友。就对对对对。没事，没关系。你看我这性格多开朗。没相中就拉倒，还不这玩意缘分这玩意别强求。他相中相中，我这人性格就这样，你别强求。主要他得相中你，你别上赶着人家，上赶人以后，到时候人家瞧不起你，上赶我就不管这次相不相成，我也继续。他没相成，还有下个，还有你呢。对，有时间到白城了。哎，啊，他走的。5点在二道江走的。完了呢？完几点到长春呢？到长春是8:40。那你是坐哪几点的车到的？从长春到白城啊？11:42那个，那呀，现在是，把我下车好长时间了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嗯，你从早上5点，嗯，到下午4点，11个小时了，11个小时啊，大姐，没有问题，那怎么的？天还能好点？对呀，还暖和点。今天天挺好，真不错。现在冷不冷啊？还行，我没感觉冷，没感觉冷啊？还行。我就想问问大姐，嗯，11个小时，嗯，是啥动力？让你来见这个老刘大哥，这个不是啥动力，这个是想为了自己在后半生再寻求一个伴儿吧。我就这样事儿，我值，不就为我活一把吗？不成我也不后悔，因为我做到了。我瞅着那个面相好像挺憨厚似的。哦，就长相首先啥的憨厚，咱得有眼缘儿啊。对的，是不是？就说就我现在我说就这个年龄了哈，早就找个什么呢？三观一致，有个伴儿。而且他能对你好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我当时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有点男子汉气魄。从哪儿看出来的？你就从他说话吧。那个你不管钱不行，不行。他我一看这个确实像个男子汉。就是我管，这就完事儿了。你还喜欢这性格的？对啊，我爱人就那样。嗯，咱之前的老伴儿也是那个性格。对，所以说你就喜欢。对，我自己之所以着急上这来看看这个刘大哥，我就是。赶紧把这个儿先耗下。这边你也知道，他结婚之后就有别的大姐能相中了，是不是？这好男人咱得抓点紧，是不是？快走。这个。对。来，大家迫不及待的就在门口开始瞅。你好，看看啊。长得也行，体格也行。富点不？富点也还行。这个行啊。还行，相中了。相中了。不用脱鞋啊！不用脱鞋，不脱鞋啊？那能行吗？多给你踩埋汰了吧？没事，完了你收拾。可以，这是几基石啊？两基石，挺好的。你看不？挺好的。大哥，我那天跟你说，大姐，早上5点钟就从通化到二道江，得到通化坐车，是不是？从二道江到通化，然后从通化到长春。对，然后从长春再坐火车，再到白城。早上5点出门，现在几点了？马上快12个小时了。嗯嗯，你知道我几点起来的？我头一礼拜起来了，全我要一片，完了再回来。大哥能一样吗？太幽默了。我的意思就是啥？一个女人，
在电视上看见你，相中你了，坐11个小时的车，行，这份心，行，啊，走，吃饭，吃饭吧，吃饭，吃饭呢，啊，吃饭，一天了，一天冷的都冻死了，走，走，吃饭，直接就进门就吃饭去了。俺家老头长得可像了，真的吗？你等会拿俺家那，你有手里我这里边有照片，有照片吗？有。我的天哪！他的个头和也都差不多大。啊，这么？他是不是也属牛的？属，对，72，不带没带错，不带错的。咋的？你之前那个老伴也属牛？也属牛。妈呀！那身高呢？身高也差不多。胖瘦呢？基本上他俩差不多，那个就那样。身高、胖瘦、年龄都和你之前那老伴一样。差不少。哦哦，可不是啥。啊，是不是瘦版的你？各方面我看你，我瞅瞅你们俩那么像呢，但是就一样不好，不像。俺家我爱人他不会说话，我爱人在18年有病了，18年有病，脑主干出血，我伺候他2年，就是整个的这个人就立定有一动不能动啊。哎呦我的妈，那前那就别说了，要不是我不想唠那嗑。不是你这唠多伤心呢，你唠这个不伤心吗？在电视上有好长时间了，也是看着刘哥这个什么那个视频，我那天我就想这个啊就挺好。我看到他的你这个就是观点跟我基本上一致，这个观点吧我特别认同，真的我特别认同。你这个过日子吧，这东西你必须得自己有点过河钱，有点过河钱，哎，是无论是谁都得留点，有个问题，对呀，啊，你不得拿出来吗？儿女是这么回事的，儿女有，他给对，啊，给你点，没有怎么的，你还硬要吗？硬要吗？对，这个话哈，大哥，我真的我就认同你这个了，我就认同你说这句话了。姐，那你认可男的管钱，女的管钱？他管钱，我不管。你之前和你那老伴谁管钱？啊，我没说吗？我跟老伴也是他管钱，我不管，从来我不管钱，你只要有花的就行。但是吧，我管钱是管钱，一个月我给你零花钱就1000块钱。哎，那人家都说了，给你1000块钱，你的工资不用动，那你怎么你还想什么？你还能你把你大权全要了呀？人家给你1000块钱，你愿意干啥干啥，生活费人家全包，你还要干啥？不是我问你啥呢？来问你一句，你有啥要求？我的要求就是能像那个正常的那个夫妻那样过日子。哎，我就问你这个，嗯，你有啥要求？我就说担心啥呢？叫我买个项链了，金戒指了，啊，哦，那个我那个用不着。这个你有这个要求吗？那个哈，我达不到。那个我是说句实在的，哎，你要咱真有条件，你自愿给我，哎，对对对，要的，对。你要是不给我买，我也不要。我没那个经济条件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事儿我从来我不带要求那个，哎，没有那个经济啊，那没有用，我不要求。咱丑话是咱把都得说开了，头5年以前给我借这个真来的。他说的，管我要金手链，嗯，要那什么那个项链。我说我有个狗链子，18斤。哎呀，太幽默了你！要东西的我根本我就不要。我就像刚才说的，你觉得咱俩以后过到那会儿，哎，你觉得我这媳妇就是好，我想给她买点啥，那是你的事儿。你要如果说你觉得没有条件不买无所谓，我不去那个计较这些事儿，我真的不计较。体格来说，长相来说都行，满意啊？满意，真满意了。嗯，这个相中了，嗯，这有眼缘了，啊，有眼缘。那给俺们加个微信完了呗？啊，急呢，加个微信呢？加微信，咱不能视频聊天吗？对于今天的相亲你有什么想法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老铁们喜欢星空的给一个关注，点个赞，下一集继续精彩，咱们回头见。